寿山千金岩的樱花已经盛开了，我们打算开着 G500 经过例行产业道路去一探究竟。在途中我们将要停留拜访信汉茶叶的陈老板。信汉茶叶是在清境附近的一个茶庄。陈老板他们是累积了三代茶人传承的茶园经验，他是第三代的采茶人，秉持着茶人专注细心执着的处理事情态度，在茶的世界中扮演一个承先启后的角色。陈老板种的茶是梨山高山乌龙茶，他是把茶当成自己一个置业在经营，希望能够推广这个喝茶，推广茶叶给一些内行人或者是入门者。那我们今天要到他那边去彻底的了解一下他的茶叶，并且品尝他那个独特厉害的高山茶。机卡的爱好者，还有怪兽的制造者，他这边茶叶很棒啊，哇，这帮的小孩，四个我认不四个，哦，四个，对，要其他是我朋友的，对，好，我来一个泡点，拉上。喝完茶，我们去例行产业道路，要到虎寿山。例行产业道路也就是头89线，它与台14甲线的交接处，刚好就在信汉茶叶前方100公尺左右。那左转进入头89线，也就是例行产业道路。例行产业道路，是起源于民国61年那时候的南投县长林良港，他批准建造了54公里的这个泥路。那刚开始他的道路只是给一些部落他们往外的一个交通道路，是非常的粗糙，没有柏油路的。慢慢的经过这几年的改善，虽然有一些路段它已经有柏油道路，有一些路段它仍然是泥土道路。
那由于也经常有山崩的关系，所以常常这个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那这几年这个道路已经变得比较宽比较好走所以有很多车子为了避开台十字甲线的车潮，都会选择走这条路前往梨山、福寿山甚至一到武林农场。那可是要走这条道路最好是能够驾驶修理车，也就是说底盘比较高的，甚至于是四乘四的这个车辆因为这条路常常会有坍塌那有很多路段它是碎石路有一些路段它高低差很大那有一些路段因为常常在被雨水冲刷所以它会用这个铁板铺在这个泥土路上面让的车子行走。那这个铁板铺的路如果遇到雨水的时候就会变得比较湿滑所以如果是一般二船的车子走在上面可能比较危险。那如果你是有四乘四的吉普车啦房车啦那来这边当然就会比较安全。那走这一条路前往福寿山除了路途比走台十字甲线经五岭大宜岭然后再回头转进台八线前往福寿山要近了很多时间也会比较早到达。那可是这条道路就是不好走当然也不是说非常的不好走，因为底盘高的车子基本上来走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不下雨那一般二船的车子来走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困难那它最主要的当然是可以避开假日台十字甲线塞车的情况那我想你如果要走这条道路，你在出发之前应该先问好去查一下天气状况以及道路状况那还好这条路现在的一些易坍塌的部分它都有在进行一些工程那有一些小山崩都能够很快的就处理完，所以基本上应该是通行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安全起见还是能够先问一下再过去会比较好。
数千棵的吉野樱、富士樱等等粉色的樱花，拍起来非常的粉嫩。听说可能是因为前阵子有两波的寒流，之后紧接着天气变暖，唤醒的樱花开花的毕业。那台湾除了五座山这边有种樱花之外，全台各地也有很多有樱花盛开的景象。那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What we do here is go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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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
Thank you.